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给你。你今天要不要过情人节？要，你跟谁过啊？肯定是跟我过呀，谁让他是我的小情人呢？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这都50岁了，头一次送我礼物。哎，不给他买，他又是叨，他成天给我买。这啥东西？我发现送男人礼物，要么就剃须刀，要么就是皮带，要么就是杯子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什么都自己给。头一次收到礼物哎，我感动要哭啊。真是的，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还这么迷你哦，就是啊，还是那种大的，是不是上天感动了你啊？啊，你的良心达达的发现了，成天他给我买，你说我不好意思啊？给他还，这很迷你，就是啊，很可爱啊。这剃的胡子中想得起老婆来。这是奶奶送给爷爷的礼物，好不好看？哦，你也知道，你再按一下。媳妇让我的呢？那我的呢？情人节都是我，为什么情人节永远都是男人送呢？那谁说的？我不也给你送过吗？还有你情人节什么时候送的？我想一下哈，我想一下。想能想出个什么呀？你们安排了吗？我想一下，我情人节好像是真的没有哈。哈哈不给你的。情人节没有，礼物是有，是生日。那只能怪你生日不跟情人节连在一块，我就得一块送啊！啊，哪个意思？我没生对吗？你妈应该是刚好赶上了，她不可能是冲着这层情人节买的，她应该是刚好赶上了，时间点赶上了。刚好赶上，我是看得挺漂亮，我就给她买。她说不定下次买的时候约我一块，我也给她剃须刀省一个。我不需要，好吧？啊，我真的需要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需要一种惊喜。我不要告诉你说哦，下次我送你剃须刀啊！哦，那你到时候下次给他送个拖把，你可以送点实用的，给他买那几条好穿的内裤也行啊。这个可以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内裤多实用啊！你看看，我也给你准备了，我又是金子吧？不是，这个不大不值钱，但挺好看的。买一对不灵不灵的东西，把金子换下来给我了，拿去。我好想着他们比较会过日子啊、哦，想不到情人节正常来说你也要很浪漫才对的呀。他嫌太小了，嫌太小，我给他换一对大。痛你要说啊，能进去就进去，不能进去换一个洞。哎，你说我要想送也没机会了，他这耳朵都愈合了。是吗？通的通的，马上就买，已经通了，不通我拿针都可以给他穿通。啊，苹果音。好看吗？嗯。那爸爸的呢？爸爸情人节礼物呢？什么呀送的？空气是不是？有点重。然后自己都感觉红了，要流血哦。这叫礼轻情意重，情意重重。然后不值钱，60块钱啦。69，69。还你还少收了9块钱呢，几块也是钱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这一个很好看。刚好配你那件蓝色的裙子。那，来真的给我准备啦。不然呢？个个都像你一样吗？对，个个都像我这么会过日子，舍不得花钱。扣都让他说出了精华。是啊，人家还是有惊喜的呀。就是鞋子是吧？啊，主要是他送啥我都喜欢，关键我送他吧，这不喜欢那不喜欢了，没有送到心里面去。这也太双标了吧！换做男的送女的不满意，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对不对？送点杂牌的化妆品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这个挺好看的。是啊，小白姐都比较白搭。穿这个感觉更有感觉。15公分哦，他都是给我买更高鞋，那这样不刚好啊？我知道他肯定嫌我矮，所以老给我买鞋，是不是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怎么能说不喜欢？你敢吗？我怎么就不敢啊？靠山两个在这，我就是不喜欢，怎么着？好看的，前提是要干净哦。不是，实话实说，确实挺好看的，能不能昧着良心说话？好高哦。这样说起来挺好看的。嗯，这鞋好不好看啊？另外一回事，主要是它穿着舒服。舒服是很舒服。我的呢？你的呢？嗯。那你情人在哪呢？啊？你有没有情人呀、啊？还有情人节找爸爸。这家伙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，啊，我要吃蛋糕。那肯定做梦梦见在吃蛋糕了。爸爸，一会儿带你去买个小兔子蛋糕，可以吗？嗯。说真的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就缺上一双全白的鞋。嗯、走两步看看。走还是挺好走的，行嘛，你给你垫了个蛋糕、嗯、看起来挺好看的哦。
合起来很百搭。我觉得情人节以后对于我来说还是不要叫情人节，直接就叫老婆节就是最好的。拍我拍我快拍我快拍我，你要把这个情人节说的啥都不是啊，你也是有礼物的，给我比你还浪漫你知道吗？哎呦你给男人送花，我还会真的给我送什么礼物呢？假花看到没有，塑料的假花。我要是跟你说句实话你估计有点不相信啊。闻还真挺香的，你闻闻。是啊，那这还能放时间长了。你发现没有，我们俩是反着来耶，正常来说应该是我要说话才对哦。这应该是送给甜甜吧，你说是不是送给甜甜的？见花献佛了哈。来，爸爸送给你吧啊，小钱。这家伙看的还好喜欢。还没完呢，还已经闻。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结局，人人都有情人节礼物。那都是事后诸葛亮。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嘛。这个家伙带不下去。怎么人人都在撒狗粮是不是？感觉撒上红。我上了吧。上红啊妈。哈哈哈不让送。这个阿凯送一下嘛。嗯。好不好？我去捧捧花不？不啊。他不当啊。换一盆了、啊，这盆里没有花，好不好？花都谢了。换一盆了。啊，你不看这盆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情人节了，生日快乐！情人节了，情人节了啊！刚才是情人节快乐，不是生日快乐。我欢喜不？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呀？情人节一生生过成生日快乐。今天不是挺好的，这样出去。我给你加一块，这块可大可大了。你说还需要带他去买蛋糕吗？我觉得不用去了。需不需要再买蛋糕啊？不需要。啊，真乖。大家祝你生日快乐，小心了哟。平常要是咱们在服务区的话，有这个可乐，哎，你这么早遇到，那个没死了。到时候你要去西安的时候再带上啊！帮我买蛋糕去，咋办？咋办啊？这不应该很开心吗？咋办？都叫他不要给他买蛋糕，还非得跑去买蛋糕。你这买要多少钱啊？不贵，几块钱。你看，乔把你女儿给开心的呀。爸爸答应你的，也说到做到，对不对？我什么买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们甜甜也要有仪式感哦。情人节嘛，总归得给小情人一个交代。爸爸，